理想情人来共同欣赏，笑吧。来，我们的小伙伴，来，新年不迷茫，一个新梦，来，让我们的小伙伴来跟着我们。
行政的国铁公司的这个会，那么这个机关是我给他们解释，没有人上过会议，这样子乖乖支持的。啊，那个我听，我听起来是没有国铁，现在到北流，那个呢，当时我们台湾管理这边有自己的研究所，然后这个公司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用上。我们当时就有当时我们从容，就有温柔，那水之中呢。